欢迎大家这位既是演员又是歌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李宇春。我们欢迎李宇春。春春，春春今天也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觉得春春给我们来录。来来，春春，这个小女孩在前面，小女孩在前面。来，小女孩 ，baby girl， 去吃糖果去，来，乖哈，我们欢迎李宇春。Wow, we have such great fans for football that's on stage today.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面这几位哈，听说都是非常忠实的足球迷。但是说真的，我想要先问一下春春，春春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先打一声招呼，好不好？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开心，在马上要世界杯开幕式之前。对，跟大家一起去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报章杂志上面好像都没有听过说春春是不是很喜欢足球，还是对足球没有感兴趣。但是我听说你是非常非常热爱足球的。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啊。对。你那时候是有多喜欢呢？其实我是每一届世界杯，包括欧洲杯都会看，联赛会少一点，但是一直都很关注，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德国球迷。德国球迷，哇！我们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德国球迷的朋友？有没有？你少来，你本来都不是，对不对？好，所以你是德国球迷。那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范先生好了，你是哪边的球迷？我是中国队的球迷。中国队。当然，所以呢 ，Well, actually, he used to play for the China football team, and he was playing at the 2002 World Cup. 所以其实，在今天是不是有特别的感觉呢，我们的范先生？怎么说呢？因为在我们这批人身上可以做的超人，是，所以说世界杯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是必须融入到里面才能感受，必须要融入到里面才可以感受。哦，所以说我很骄傲。OK， 因为2002年我们站在了男子世界杯现场，是我们再一次给这样子为国争光的我们的足球明星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He's actually really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China team because for 2002 they actually played in the World Cup and it's really amazing. 当然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漂亮的小姐秦岚小姐，说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会是足球迷，我一直觉得说你们。我其实是外贸协会的首席经理。等一下，说清楚一点，这除了足球场上边没有帅哥的是吗？没有，很多女生可能跟我是一样的吧，然后看足球喜欢看帅哥，是，然后觉得今年帅哥特别多。对。那我一直都是西班牙的球迷。西班牙的球迷。Well, he thinks that there's a lot of football players that are really good looking, and including you, and including Mr. Van, of course.我穿的是德国队，我穿的是德国队，来，等一下，要穿西班牙队的。哎呦，好了，不过其实我觉得今天能够站在这边，大家都是齐聚一堂为我们的足球来加油，对不对？所以我这边也要问一下 Simon， with all of the big super like big fans on stage and they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onight. In just a few hours, we're going to see the 2014 Brazil World Cup. So,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say to them?Well, firstly, on behalf of Young Man's Brand, it's just such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be part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A legitimate Chinese football player that has played in the FIFA World Cup, achieved my lifelong ambitions, yes. And two of China's most passionate and beautiful football fans. It's a great honor to have you here, and thank you so much on behalf of Young Man's Brand for joining us.好，首先要这个代表我们阿迪达斯呢，要谢谢我们这几位能够一起来到这样子的舞台上面。当然说，我们的范先生呢，他可以代表我们的中国队来到我们的2002年我们的世界杯，他其实也完成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梦想，因为他自己本来也很想要去踢足球，踢到世界杯去。那另外呢，也特别欢迎我们的春春，还有欢迎我们的秦岚小姐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样子的足球大家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马上就要揭幕了，揭幕。但是跟其他的节目仪式不一样，我们要有一些特别的环节。怎么样特别法呢？来，我们的礼仪小姐，首先我要为大家来颁证书、颁奖牌。我们的范先生，
It's a whistle, yes. 来，我们的春春。我最喜欢用麦克风行动。来。好，他们每个人现在脖子上面都有一个 whistle 的一个哨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的足球正要启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吹一个哨响声。但是我觉得有哨子不够啊，还需要有足球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let's turn around， 我们大家一起往后面转，拿起一颗我们这一次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 bazooka。And there we go， 我们随时。都可以揭幕了，来，拿起你的哨声，哨子 ，raise your whistle， and let me count from 3, 2, 1。我从三二一开始倒数 ，OK？ Are you ready？ Ready？ OK？ OK？ All right， let's go， 3, 2, 1。亮起了灯，大家待会儿都可以一起来好好欣赏一下我们世界杯主题酒厂。那我们现在也请我们四位那个在中间再近一些，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Let's all take a big picture with our bazooka。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2014世界杯大家喜欢的足球队都可以大获全胜。虽然说很难啊，但是。既然这边是我们这个德国队的球迷，那我们大家就希望德国队大获全胜喽。Great, thank you。但是我觉得今天呢，其实每个人手上都有球，对不对？那其实现场也有很多朋友们希望说这些球能够留作一个纪念。来，我们前来小姐 ，Simon， 春春 ，and 我们的范先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Bazooka 上面签下你的大名，来做一个留念。其实我觉得能够在 Bazooka 上面签下球，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OK， 谢谢 ，Thank you， 这算 OK 了吗？好的，咱们范先生上面还要画个心，你知道吗？没关系，没关系，谢谢。来，我们可不可以亮相一下你们的签名，好不好？是啊。亮相一下签名 ，Let's show everybody your autograph and take a picture with our autograph. All stand a little bit closer to each other. 我们再站近一些。来，我们再拍几张照片。我觉得那边人是怎么了？现在开始 party 了吗？手都举起来是做什么呀？谁啊？你们要结婚呐、啊？今天要结婚吗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这个是晴岚小姐的 bazooka 摆在这边，好。来，我们三英的 bazooka， 还有 Walter 的 bag， 我们春春的 bazooka， 还有我们范哥的 bazooka。但是我觉得今天好像有很多我们春春的球迷，对不对？我们春春春春，这个春春的歌迷哈。哎，不然这样，春春，我们这个球，我可以现场直接送给他们吗？你们确定要吗？那我刚才需要你们鼓掌鼓励，尖叫你们都不愿意是什么意思？你们确定要吗？再大声一点！来，1、2、3！啊，好听我，欢迎来。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阿迪达斯世界杯主题中心球这个主场呢，已经亮起了灯。We see that at home court that with all the light has already shining on. So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世界杯主题中心，春春映入眼帘的第一件事情，你看到了什么？当然是足球。当然是足球，你说后面的足球。对。那除了他们之外呢？
然后就是很好看的，我今天穿的这个鞋子。是，对，今天穿的这双鞋子，对，是吧？对，这是你特别喜欢的，是，特别喜欢的。那我们秦岚小姐呢？我也是看到足球，也是看到足球，除了帅哥之外，哎，今天有帅哥，真好，对，在也是足球，对不对？那我们的范大哥呢？因为阿迪达斯很多球迷，对，进来找的时候只是在找我们自己，哦。这边，对，这边，这一次是我们2002年我们中国队来参加世界杯足球的时候的 uniform， 就是红白两套就是比赛服，是一个都是所有的球员的签字，所有球员的签字都在上面，特别是因为这一件当中踢球所有的衣服都给了，就留下了这两件衣服，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您的吗？哦，五号，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Actually, these two football jersey belongs to Mr. Ben, and he actually donated so that we can all share the memory of 2002 World Cup. That's fantastic, isn't it? 我们太棒了！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范先生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太棒了！所以待会大家有机会的时候，都要来这边好好看一下，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导入到世界杯里面，所有的球员的签字都在我们这两个五号的球衣上面。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special way to bring all of the fans together in China. So what inspired you to do such a good event? Well, you probably guessed that passion ahead of us is football, and we know that that is a passion for people here in China. And we know many fans will be celebrating during the World Cup.But it's difficult for everybody to be able to get on the plane and go to Brazil. So our mission is simply to bring a little bit of Brazil into Beijing. Okay. And allow the fans to experience some of the innovation, the product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up, come down at a limited time and just really enjoy the kind of spirit that is the World Cup.是的，因为我们 Mr. Miller 他知道说，其实在中国有非常多我们世界杯的球迷，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将这些世界杯的球迷，你们心里面的热情能够摆在我们世界杯的足球场上面。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办的地方是在巴西，所以很难把那么多的球迷一举全部给他送上飞机，然后直接飞到巴西去参加这个世界杯。所以我们决定能够在北京这样子一个地方举办有这样子一个世界杯主题中心，不管里面我们用科技的创新也好，或者是里面我们是用我们历年来的一些产品技术也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也可以来品味一下，来感受一下2014年的世界杯的魅力。其实在今天呢，我们四位来到现场，除了有我们揭幕仪式之外，待会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待会儿会要到外面跟我们的 Super Goalie， 我们的超级守门员来进行一个大比拼。所以他们每位呢现在就必须要到我们后台来准备一下重新的装备，那就是我们的 battle 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四位，好不好？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们可以跟着那位李小姐来到我们后台，待会就会进行我们的大舞台，所以我们的战斗圣靴，他们四位要更换我们的装备，准备迎接比赛。